Hello， 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 C。在影片开始之前，非常感谢大家愿意点击观看这个影片。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黑木爸爸，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通知。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订阅以及分享黑木爸爸这频道的大家，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最重要的原动力，因此在这非常感谢大家。维生素 C 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过多的部分会透过尿液代谢出人体，所以不易出现过量的情况。人体过多的维生素 C 大部分是由肠道菌丛代谢，长期让肠道菌丛代谢下，容易会引起肠道内渗透压失调，导致腹泻。维生素 C 在代谢的过程之中会产生草酸，造成高草酸尿，增加高草酸血症发生的几率。若长期高剂量摄取维生素 C， 没有补充适当的水分，过多的草酸容易与钙质结合，产生不易溶解的草酸钙，就容易会增加结石的可能性。并且维生素 C 是属于酸性的物质，过量摄取会刺激到肠胃黏膜，造成肠道过酸，导致肠胃道不适，引起腹泻、恶心、呕吐、胃痉挛、腹部痉挛、严重下痢等情形。过量维生素 C 也可能会导致头痛、心灼热、睡眠困难、皮肤潮红与提高血栓的几率，以及破坏红血球完整性等副作用。维生素 C 在高剂量摄取可能会转变成促氧化剂，助长癌细胞的增生。抽烟者如长期过量摄取下，反而容易提升罹患肺癌的几率。维生素 C 在长期摄取高剂量，一旦摄取量的减少，也较容易引起戒断反应，摄取的越多，副作用发生的几率也就越高，但并非所有人都会产生这些副作用。维生素 C 对免疫力会有直接的关系，一般在均衡摄取天然蔬果，就能有足够的维生素 C， 摄取过量反而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需特别留意维生素 C 摄取量的时期。一、怀孕与哺乳期。孕妇和哺乳中的妇女在摄取维生素 C 时需注意所摄取的量，一般人在过量摄取时就会出现副作用，在怀孕以及哺乳期间摄取过量，有可能会导致胎儿与幼儿产生不良的情形。二、婴儿与儿童。婴儿与儿童在摄取维生素 C 时需以婴幼儿正常摄取量摄取较为安全，但需额外摄取时就需注意平时饮食与额外补充上是否会造成过量的情形，导致引起不良的副作用。三、血管扩张手术。血管扩张手术后，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与 beta 胡萝卜素以及其他有抗氧化的维生素可能会影响愈合的状况，因此没有医疗人员监护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在术后摄取。四、血液铁质缺陷。维生素 C 易增加铁质的吸收，因此地中海性贫血、淤血铁质沉积症等血液铁质缺陷症状需避免大量摄取维生素 C， 造成病情的恶化。五、心脏病。心脏病发作时易增加维生素 C 的需求量，导致人体的维生素 C 含量下降，可维生素 C 的含量与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并没有相关联。六、吸烟。吸烟容易会加速营养素的消耗与代谢，以及抑制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使人体维他命 C 的含量降低，所以吸烟习惯的人会需要增加维生素 C 的摄取量，避免缺乏等状况发生。七、蚕豆症。蚕豆症此类病症在摄取大量维生素 C 时容易造成急性溶血性贫血症状，因此需避免大量摄取。八、肾结石。维生素 C 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草酸，过多的草酸容易与钙质结合，导致增加结石的几率，所以过量摄取下更容易增加肾结石复发的几率，因此在摄取时需注意摄取的量。九、镰刀型红血球。维生素 C 会增加铁质吸收，因此过量的维生素 C 容易使此症状更加恶化，所以在摄取时更需要注意摄取的量。十、服用含有铝的药物。
维生素 C 易增加身体铝的吸收量，而质酸剂大部分都含有铝，同时摄取容易造成铝的摄取过多，导致脑部组织受损与加速骨质疏松等症状。因此在服用质酸剂两小时之前或四小时后再摄取维生素 C 较佳。十一，降低胆固醇的药物。维他命 C、贝塔胡萝卜素、硒以及维生素 E 同时使用，可能会减少烟碱酸，增加好胆固醇的效果，但也会使得一些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效果降低。十二，服用会降低维生素 C 吸收的相关药物。尼卡地平以及尼非代平等药物会降低细胞对于维生素 C 吸收的能力，导致会有维生素 C 缺乏的可能。十三，氟芬那辛主要在治疗精神病状态、恶心以及呕吐等药物。氟芬那辛在摄取大量的维他命 C 后会降低药物的效果。十四，癌症药物。维他命 C 有抗氧化的效果，因此可能减少特定癌症药物的药效。十五， HIV 与艾滋病药物。大量摄取维他命 C 可能会增加 HIV 与艾滋病药物的代谢，降低药物停留于体内的时间，导致药效的降低。十六，服用会因维生素 C 分解变慢的药物。阿司匹林、乙酰氨酚、可林基水杨酸酶或者双水杨酯等药物会因为摄取大量的维生素 C 降低人体分解这些药物的速度，导致药物副作用风险增加。十七，服用雌激素。维生素 C 易降低人体代谢雌激素的效率，同时摄取容易会影响雌激素的分泌以及增加副作用的机会。十八，长期大量摄取。长期大量补充，身体容易改变对维生素 C 的调节机制，使身体吸收率增加，导致需要比一般更多的剂量才能保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身体在适应了高剂量浓度，在减少摄取量后，会出现牙龈肿胀、出血、皮肤有紫斑、淤青等维生素 C 缺乏、坏血病症状的戒断反应。在减少摄取大量维生素 C 时，最好以递减的方法减少摄取量，比较能够降低与缓解戒断时的反应。人体虽然没办法自行合成维生素 C， 但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C 的量并不高。维生素 C 也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因此会随着尿液代谢出人体，所以摄取的过多等于只是浪费而已，同时还会消耗身体其他能量来消化吸收，反而造成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对于大部分的人，只要摄取在建议量时，不论是口服、外敷、静脉注射或者肌肉注射都是安全的，可有少部分状况需特别询问医师，使用的药物是否与维生素 C 有交互作用导致副作用的状况，与确认是否需要特别摄取维生素 C。 如怀孕、哺乳期与体质以及药物使用时等不同情况下，每日摄取的量就会有所差异。在药物使用上，乙型交感神经阻断剂会因为维生素 C 的关系降低药效的吸收，因此建议间隔两小时再服用。服用阿司匹林时也会因维生素 C 的作用下使药效吸收增加，造成副作用会更加的明显。雌激素也会因为维生素 C 的关系造成吸收增加与代谢降低，导致血中雌激素浓度增高，容易会引起经期不规律、乳房有硬块、胀痛、受孕困难、头痛以及失眠等状况，也需避免与含铝的质酸剂一起服用。维生素 C 容易增加铝的吸收，使得血中铝浓度上升，引起铝过量的可能，进而增高老人痴呆、提早老化、肠胃疾病、骨质疏松以及贫血等副作用的几率。维生素 C 的食物来源。一、动物来源。动物来源有牛肝、猪肝、羊脑、鸡肝、羊肝、羊心以及羊舌等。二、海鲜类。海鲜类有蚝以及鳕鱼卵等。三、奶类来源。奶类来源有母乳、山羊奶以及牛奶等。四、蔬菜类。蔬菜类有甜椒、辣椒、苦瓜、黄瓜、茄子、香椿、菠菜、芥菜、番茄、洋葱、芦笋、莴苣、高丽菜、青花菜、花野菜、
绿芽菜、羽衣甘蓝以及小洋白菜等。五、水果类。水果类有芭乐、荔枝、云莓、木瓜、草莓、柿子、凤梨、黑莓、蓝莓、芒果、番茄、葡萄、文旦、月菊、杏祖、李子、西瓜、香蕉、洛梨、樱桃、桃子、苹果、鱼肝子、蔷薇果、塔姆果、红加仑、洛根莓、奇异果、黑醋栗、红醋栗、罗甘莓、哈密瓜、覆盆子、百香果、薄爪果、蔓越莓、西洋梨、无花果、针叶樱桃、费氏懒人、猴面包果、沙棘鼠果实、接骨木浆果以及柑橘类等。六、根茎类。根茎类有山药、芋头、地瓜、马铃薯、胡萝卜以及甜菜根等。七、其他。其他有红枣、洛神花以及枸杞干等。人体并无法合成维生素 C， 也只能够少量储存在体内，所以平时如果摄取不足，储存于体内的维生素 C 会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因此每日都需摄取与补充，无论是从天然食物或补充品摄取，都需要注意摄取的量。再生鸡蛋或熟的都不含有维生素 C， 动物食品上也并不多，以植物性食品含量较为丰富，也是最主要的来源，可含量会因为植物的种类、生长气候、土壤状况、采摘后时间的长短、储存的条件与制作方法以及磷溶作用而流失，造成相同食物中的含量也会有所不同。维生素 C 在一些情况下也会造成化学分解，最常是因为烹调时高温与时间造成维生素 C 的破坏，若要减少水溶性维生素被破坏，最好是以蒸的方式，其次是使用微波，再来是拌炒，最后才是水煮。但无论流失的多寡，蔬菜还是存在对身体有益的膳食纤维以及植化素等重要的营养素。蔬菜与水果所含有的是固体的维生素 C， 能够预防坏血病的发生，但水果在切开后会变黄并逐渐转变成褐色，以及蔬菜过熟变黑，都是维生素 C 氧化的结果，所以蔬菜水果没有经过加热以生食的情况下可摄取到最多维生素 C。在摄取维生素 C 时，大多人会选择柠檬，其实芭乐比柠檬含量多，又以红心芭乐最高，可含量最多的水果其实是针叶樱桃，比红心芭乐含量还高十几倍。若以保健食品摄取，因为消化和吸收需其他营养素的帮助，因此空腹摄取较不适合，也建议分成早中或早晚两次摄取，使血液中维他命 C 的浓度含量能够维持，也较能保持活力以及抵抗压力的能力。在摄取后需补充足够水分，避免过多的维生素 C 代谢为草酸导致结石的情形。维生素 C 也能协助钙质的吸收与增加铁质的吸收率，因为维生素 C 能够提高铁质的吸收效果，在摄取高剂量的铁剂时反而会容易造成铁质过量的状况，导致会有便秘、肠胃不适、肤色变深、肝功能低下、增加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等副作用的几率。营养素在摄取时都必须注意摄取的量与是否有交互作用的情形，避免过量等等状况而导致不良的情形发生。在此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Oh.